外景钢铁人高山峰，美女背包客巴玉，铁脚欧丽萨玲珑，行脚美食家赖雅婷。今晚谁当家特别企划，走遍世界各地角落的他们，究竟谁才是真正的高手呢？欢迎收看今晚谁当家之知识王。好，那什么样的知识最实用？如果能够把平常读的东西印证在你真的到每个地方去看的话，那大概就是最实用的一些的知识。有一个工作一直是很多人非常非常羡慕的，你可以到每个地方去玩，你可以吃遍各地的美食，还不用花钱。为什么呢？因为公司会出钱让你去那些地方玩，这就是旅游节目的主持人，很多人都觉得超赞。但是问题是，那个背后当然有很多不为人知的辛酸。当然，今天在节目现场为您邀请到四位非常知名的旅游节目的主持人到现场。首先，外景钢铁人 Mountain。好，接下来为您邀请到的是行脚美食家赖雅婷。嗨，大家好。小五出新书哦，对，这是我的书《中国七成创意新玩法》，给小五哥看一下。你到这七个城市去，跑遍每个地方，对，深度完以后告诉大家该怎么样去玩。没错，而且里面还有一些酷手的漫画式的分镜式的手法，要告诉大家怎么玩的好玩，跟就是有美好的回忆这样。而且这里头我看到了，然后包括有好玩的。有好吃的，还有 shopping 该怎么 shopping？ 对，好，那接下来为你邀请到的是铁脚欧丽萨玲珑，欢迎大家。而且玲珑刚才站在旁边，就跟我说，心里有阴影。那阴影？你有什么阴影？怎么会这样？第一次来参加贵节目就被第一个干掉。哦，玲珑不要有阴影，你看一看，真的，以你平常口若悬河的那个口才，对啊，你去过的这么多的地方，这三个哪个比得上你，对不对？对，呀，说得好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更需要名师来开悟，导游来带路，千万莫傻来学白目啊！哦，玲珑这个顺口溜真的是不得了，堪称一绝。OK。好，那接下来美女背包客，欢迎巴玉。大家好，小五哥好。而且今天要特别跟巴玉说恭喜，谢谢。好，几个月？五个月。五个月。好，那如果真的讲说跑到每个地方，Mountain，对你来说印象最深刻？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个我去过，因为之前拍摄旅游节目的时候呢，我主要是在那个中国大陆各地去跑。对，那我印象最深刻，而且我很幸运的是呢，我亲身去过中国的四极点。对。就是最东边、最南边、最北边，你都去过这几天？对对对对对。OK， 但是我不相信你去过最南的点。最南的点呢？你要看最南的点是真武汉沙哦。没有最南的点，在北纬四度哦。没有，你要看陆地上或是海上。陆地上比较容易达到，对，广西就到得了了。这样。对对对。那如果说你要到海上南沙群岛，那就有点麻烦了。那最东点？最东点是这个乌苏啊哈。对对，最北点这个漠河啊哈，最西点。如果是城市的话，应该算伊宁啊。啊哈，最南点。最南是南宁。到南宁，对对对，OK， 所以几乎如果以点的范围来讲，整个中国大陆跑遍了，就去了这四个点。那雅婷刚才讲，这本是写的是中国大陆七个城市，对。那还有哪一些让你在所有在外景节目的过程当中印象最深？我印象最深刻就是在大陆旅游一天经历春夏秋冬，我那时候是坐火车，什么天气啊？在哪里？坐火车从黑龙江。然后要搭火车去拜访广州的朋友，然后坐着白雪皑皑，然后到了北京，哎，枯枝冒出来；到了上海，绿叶都已经浮出；到了广州，百花齐放。一天22小时的火车，然后一年四季这样子见识到了。OK， 哇，这也是一个非常让人觉得非常讶异的一个旅程，对，特别经历。李龙，让你印象最深的。有一次，我们到马来西亚立中海度假村的无人岛那边去海钓，然后呢，这个一个阿公因为海钓没有钓竿阿公是用手钓竿的，全部都用共箍，就阿公钓了一只好大。哇！后来我们发现，真正的原因是阿公的手会抖。啊，这个我印象很深的。所以，对，所以那个鱼就会被吸引到来吃。然后呢？他快88岁，然后呢，住在吉隆坡的晚上啊，本来我被安排跟他住一晚嘛，老伙仔就早就困了，然后呢，
八九点就睡啊，我根本还没有办法睡啊。然后当我这个正好睡的时候，四点差那边，他起床了。对，所以我们回到了吉隆坡之后呢，我就自己跟导说，我再开一个房间了。结果他就安排在我旁边，十一点多穿了内裤准备睡觉，按电铃是这样，当，我赶快一眼一看，嗯。我的上怎么从我旁边又闪过去了？又隔壁的房间，哒！我赶快打开之后，他又走回来。阿林老妹，阿你也要落去哦？阿伯，我穿一件内裤要落去，啊，这不是电梯哦？阿伯，电梯对面这支。房门呐，跟电梯一模一样。OK， 导演。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去印尼的时候，也去爬火山。一般观光客爬火山就到这个顶，但是我们还下到火山口去。下到火山口，可是火山口不是有时候你说如果它会有一些硫磺味啦，或什么什么？对对对，我们是去采访那个采硫磺的工人。OK。然后因为那个不是观光客去的行程，所以我们真的下到那个火山湖，然后去那个出气的孔，然后去采访他们，然后跟他们一起互动。然后我们去访问，比如说林雄大哥是当地的这个工人大哥，然后他们就是平常担两次，要担这个很重的担子。然后平常我们肩颈酸痛，不是这边会变硬吗？对啊，他们是已经硬过一回之后再变软，就筋整个打散了，所以他的肩膀摸起来像是果冻一样。OK OK， 其实跑到很多地方，大家也会看到这些，就是生活上面各个国家之间，你不要只看到富豪的那一面，你看到心酸的那一面。OK， 好，待会一样过程，各位，我们等一下一样，既然大家都跑遍每个地方，那我们就用。旅游知识，把所有的题目来考考大家。最后的冠军可以得到我们的奖品，有机票。哇！但是在前面这分组赛的时候，如果要是输的话，因为四位是艺人嘛，对不对？总是跟一般朋友不一样，那就要异于常人一点。所以在分组赛的时候，输的人我们也有好东西伺候。那好东西呢？来，就在我们助理那个地方。输的人可以选，一个是原住民超沙风味菜，还有一个是东南亚的庶民小吃。OK， 至于是什么呢？待会儿观众朋友就知道。我可以先提醒你们，你们一定要赢。我衷心的建议你们一定要赢，好不好？因为如果是我输的话，我宁可退出江湖。OK， 好。到底谁会是今天的冠军？谁会先吃到那些的好料呢？来，第一场，请。行脚明星大乱斗规则说明：游戏采单淘汰制，两两对战，晋级选手进行一场 PK， 分数高者即为本日冠军，赢家获得来回机票，输家则有残酷大惩罚。跑过多少国家？其实我没有算呢，因为实际上呢，到各个地方旅游的这个国家数量应该是多不过别人。对。但是呢，就是我最主要的活动范围还是在大陆地区，在中国大陆这。对。那雅婷，国家记得吗？大概跑过多少？其实我也没有算，大概就是德国、西班牙、意大利、中国、泰国，然后韩国这些。OK， 因为大家都比较倾向是比较深度的。对，所以大概都是城市啊，到那个地方做比较深度的一些介绍。OK， 为什么要问这个？这个可以提供所有电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做一个战力分析。我不用问我们现场的所有的来宾，因为大部分人都会觉得雅婷会赢，好不好？你知道为什么吗 ，Martin？ 为什么？因为同性相斥，异性相吸。OK， 要不然的话，我可以讲，来，你们要帮谁加油？好，可以了。你现在知道这社会是现实的，是，好不好？但是你还是会有你的支持者。谁在哪里？这个是制作单位塞的装脚吗？对，怎么会有微弱？虽然微弱，还是会有，好不好？有点已经有感受到暖意了。OK， 是的。好，第一场，请。3, 2, 1。请问，手上有10,000块台币，在下列国家中，哪一国可以换到最多金额的钱？请作答。好，来雅婷，9秒的时候选择的答案是 C 越南盾。
首先美金跟人民币我是先排除的。然后泰铢就我去旅游的经验差不多是1:1。所以越南我是没有去过，所以我用排除法，然后我就选择越南這樣。OK， 嗯 ，Manon 有去过越南吗？有去过越南，10,000台币应该可以换一布袋的越南盾。所以你会觉得哇，在越南你可以那个抱着一大堆钞票当大爷。哇，对 ，OK， 这一题正确答案是 C 越南盾。来，恭喜两位。其他的币值都不要比，那当然泰铢大概差不多1:1左右。那越南盾如果10,000块可以换大概600多万越南盾。哇 ，OK， 大概600多万 ，OK， 好，180、160，第一题。小事身手，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好不好？两位加油了啊！好的，下一题，请。请问，因广告而成为热门景点的京城武术位于哪里？请作答。好，毫不考虑，两位都在第一时间做选择。来，这题正确答案是 B， 台东。来，恭喜两位。有人实际到那个地方去吗？京城武术八月去、哦，很多人啊、真的是太多人都没有办法在那边好好照相。嗯、好，380、360，20分差，嗯、加油了。好，下一题，请。请问，日本的清酒是用什么原料做成的？请作答。好。第一时间，两位选择的答案都是 A， Mountain 米做的，当然是米做的。那银量、大银量有什么分别？银量跟大银量其实我说不太清楚。我只会喝，我只会喝。对，大银量是等级最高了， uh-huh. 然后纯米银量是次一等级，然后接下来呢，它还有分成好几个阶段这样子。Oh, OK， 对对 对, 對 ，OK， 对。雅婷会分吗？我不会，我不喝酒的。哦，不喝酒。对、OK ，但是我这样子看下来，觉得葡萄纳豆直接删去，然后麦子好像不太可能，所以我就选米了。因为、原住民的朋友很多是小米酒嘛，嗯、所以我用相关的逻辑去猜测。嗯、OK， 来这一题，正确答案是 A 米。来，恭喜两位。我觉得清酒比较厉害的地方是啊，它是酿造酒。嗯，但是日本人他们的那个对做事的细节很注意，所以他。是酿造酒，但是它可以颜色这么的清澈，我觉得很不得了。OK， 有没有人能够大概哦？对，世根来在日本待过3年。那个一般我们吃的米的话，它是外面的那一圈淀粉是重点，我们吃那个，所以我们把它碾掉，把米芯碾掉。Yep. 但是在日本做米酒的，他们是以那个米芯去酿酒，所以它的。外面那个淀粉占的比例越小，它酿的酒就越贵，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银量、大银量这个等级的差别。哦哈 ，OK， 来580、560，是20分差。Mountain， 有，如果20分差一直维持到7题的话，是你还是要享用旁边的那个大餐哦。我是要提醒你，我突然想起来，我那边有一位女粉丝，对，我请她跟我一起烛光晚餐。哦，这样吗？哎，对，烛光晚餐。那你要看若旭。若瑄，他要请你帮忙吃，不要输，不要输，加油，加油！哎，我直接收到了。下一题，请。请问，香港菜中著名的避风塘炒蟹当中所指的避风塘是什么？请作答。Mountain， 九秒选择的答案是第一，烹调方式。对，烹调方式不就是炒蟹吗？啊，不，我刚刚那个静下心来之后，才发现 A 好像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好像吗？对，但是我觉得 D 还是有可能答对啊？为什么？因为那个避风塘炒蟹，它当然是用炒的没错，但是避风塘指的是那个地方啊。但是也有可能是那个地方的人，他们使用他们的香料、他们的方式去炒出来的啊，好，所以它也有可能是一种烹调方式啊。OK， 来，雅婷，你选的是街道名，对，那个街道叫避风塘。我一开始是想说地名跟街道名二选一，在最后选择的当下，不知道手就一滑就到了 C， 我觉得应该是一种冥冥之中的安排，我就顺其自然，一样是20分差，一样是20分差。好，来，八月，我是。
觉得很像是烹调方式，因为我们一讲到避风塘，它就是有蒜酥，然后炸过的东西铺在上面的。但是刚刚玲珑大哥跟我讲，玲珑你觉得呢？坐地铁有一个站名叫避风塘，OK， 来这题，正确答案是 A 地名。太可惜了，没有，他坐地铁有一个地名，那个避风塘，避风塘，所以他是从避风塘那个地方所特色这样的草。Mountain 讲的也没有错啊，就那些那个地方的人那时候用这样的一些方式去做出这个蟹。避风塘的人们吃蟹的方式，是，对对 对, 對。所以重点，你刚说的那个方式叫炒蟹，那个地方叫避风塘。好。一如 Mountain 所希望的，还是二十分差而已。OK， 好，维持二十分差，加油了。好，下一题，请。请问，蒙古族的女生出嫁前会吃什么东西？请作答。蒙古。来，雅婷，六秒选择的答案是 A 羊骨。我觉得应该出嫁以前给他吃羊骨干嘛？就希望他不要忘记娘家那么深刻的出嫁日，因为我就想说跟动物有连结，然后 A 跟猪，就是就是想说一个特别一点的，就是 A。Mountain 七秒选择的答案是 C 酸奶。对，其实呢，羊对蒙古族人来说非常的重要，所以全身上下呢。都非常有利用价值。我在他那边看到他们的那个烹调方式是找一个大铁锅，这个铁锅之大足以把一整只小羊放进去，直接炖烂焖烂。对，那但是唯一跟羊跟酸奶有什么关系？没有没有没有，那酸奶是从羊奶对啊对啊它做出来的，所以就是 A C D 都跟羊有关，唯一跟羊没有关系的是 B。馍馍就是他们的主食。Yep. 那所以我选了 C 之后，你现在又觉得 B 比较像？我又觉得 B 有可能。因为你讲完以后，我一直在听，我一直在听跟你的选项有什么关系？对对对。因为如果讲你说 A、C、D 都很乖，而且这显然他们平常是也许都会要吃到或喝到，都会吃到，每天都会吃到。所以你的选项如果照这个逻辑来说，应该是 B， 但你选的就是 C。没有，馍馍也天天会吃到。啊、oh, ，OK， 天天会吃到。白宇，我猜羊胸肉。为什么？吃什么补什么。哦、把补完的东西带去婆家。OK， 好，来这题，正确答案是 D， 羊胸肉。来，恭喜吧。真的吃什么补什么？对，真的是。真的啊，以形补形啊。不知道，应该是这个味道吧？因为其他几样，这几样对啊，都是蒙古人，其实他们平常会常吃的、啊、或者什么这些，但特别在出嫁的时候一定要。吃这个东西 ，OK， 在蒙古族女生出嫁前要吃的东西，我就觉得被打败了。虽然蒙古我去过好几趟，然后也跟当地的这个朋友们、啊、交流了很久，但是我发现世界太大了，你不知道的事情多着嘞。这一题考倒我了。好，第六题了，请。请问，被评选为？世界新七大奇迹之一，有失落的玫瑰城之称的是哪里？请作答。不是一。来，雅婷，六秒选择的答案是 B， 佩特拉古城。其实这一题呢，我还真的是不知道，但是我用失落的玫瑰城这样的一个逻辑，我就想到，佩特拉古城，好吧，它最后一个字是重叠的，所以我这样子猜，这样、啊、就因为城这个字啊，然后因为其他地方就是一个地点，譬如说斜塔或者是教堂，那失落的玫瑰城，我觉得它应该算是一个区域。Mountain 六秒选择的答案就是亚特兰蒂斯，冰走险棋呀、啊，告诉你，想要把这个差距补回来啊，这样吧，我本来想选 B 的，对，但是我觉得亚特兰蒂斯这个地方呢，它只有两个可能，要么就是它。根本就不存在啊！要么就是它其实已经是这个世界新七大奇迹了，只是我还不知道。到现在有谁发现了亚特兰蒂斯吗？重点是在这。我一直想问，我一直想问的就在这，到底谁发现了亚特兰蒂斯？对，那就可能是一根本还没有这个地方。来，新世界七大奇迹：万里长城、佩德拉古城、罗马竞技场。巴西的基督像，马丘比丘，
那个在那个玛雅文化的那个阿兹提克吗？还是阿兹提克？阿兹提克？哎，对，阿兹提克。然后还有一个，所以说哈 ，A C D 都不在新七大奇迹里面，所以一定是佩特拉古城。哎，对，你为什么不？你为什么不让 Mountain 那个亚特兰提斯，让他继续维持着这个梦想？虽然到现在还没有人找到他。亚特兰提斯，各位，你们相不相信这个神秘的地方真的存在呢？我相信过两年它就会被找到了，到时候它一定是世界七大奇景之一。来，这题正确答案是 B， 佩特拉古城。那为什么会叫做玫瑰城？因为那座城它在约旦南方。它那座城包括它所有的建筑啊，因为他们当地的岩石会呈现出一点类似玫瑰色的那种宝石色，哇，所以它就叫做玫瑰城。OK， 了解。重点是，它比亚特兰提斯好太多了，因为它在。亚特兰提斯到现在还不知道到底有没有。OK， 700、560、140分差，本来是20分差，对，现在到140分差。Mountain， 真讨厌。最后一题，一秒有40分。所以140分差，你要超过赢4秒，你要比亚婷要赢4秒。Mountain 会淘汰然后去享用这个惩罚吗？我不要。最后一题，请。世界各地都有各种纪念逝去亲人的方式，请问在马达加斯加如何纪念已逝的亲人？请作答。到底是谁这么衰，要率先享用恐怖大餐？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乔妍爱。看了节目，是不是觉得热血沸腾、跃跃欲试呢？赶快上我们今晚谁当家之知识王的粉丝页报名参赛，就有机会获得50000元奖金哎！世界各地都有各种纪念逝去亲人的方式，请问在马达加斯加如何纪念已逝的亲人？请作答。Mana 为什么选 A？ 哎呦，我想要讲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我好像把它想成西藏了。天葬吗？对啊，天葬好像是曝晒遗体嘛。嗯，对，等秃鹰来。但是我觉得这四个选项都有可能，因为我真的不晓得这一题的答案，它想必是很特别。但你觉得 A 够特别 ？A 够特别，可是它西藏已经有啦。那如果马拉加斯加也有的话，那就撞衫啦。OK， 来雅婷，8秒选择的答案是 C， 因为马达加斯加最。就是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I wanna move me move， 就是那个歌嘛，电影，然后我就觉得很欢乐，所以我觉得应该跟遗体跳舞。你们解释一下，你那个跟亚特兰提斯有什么不一样？它是与遗体跳舞，我以为是围着遗体跳舞，那与遗体跳舞有点可怕。然后遗体要站起来跟他们一起跳。没有，因为有一些动画里面他拉着骷髅头在那边跳舞。好，因为两位目前分差140分 ，Mountain 目前暂时落后，所以这题的答案如果是 A 的话。Mountain 逆转胜，如果是 A 以外任何一个选项，雅婷胜出。我紧张哦，这一题，我紧张。那不管是 Mountain 或是雅婷，看一下我们那边那两样菜。好料。哎 ，Mountain， 如果是你的话，你会选哪一道菜？我觉得我会选东南亚的那个庶民小吃。好 ，OK。因为我觉得他可能是打错字，他可能只是甘蔗的蔗，不会这么危险。OK。超杀就。很沙啦，我可能会死掉。不要。雅婷，如果是你的话，你会选哪一道？我反而会选超沙风味菜吧，因为我觉得它就是要哎骗你、诱导你不要去选，但其实它是一个很 safe 的。OK。好，这一题，正确答案是 C， 与遗体跳舞。恭喜雅婷。我只想问一件事情，少哥。对，这有没有败部复活赛？我刚刚开始
特奖了吗？抱歉，没有。在马达加斯加，它真的是很特别的这样一个纪念先人的方式。他们会到那一天的时候，会请，而且要长辈、长老或什么什么，然后到他们的墓园去，他们也有家族墓室，去把先人的遗体给请出来。请出来以后，当然旁边一定要有一些香料啦，或者酒那些。然后当然不是拉着他一起跳舞啦。对，但是就是在他那边跳舞，对对对，在那边跟他跳舞。所以说，你知道吗？跟遗体跳舞听起来匪夷所思，但是呢，家族成员所有人围在遗体旁边跟他一起跳舞，是不是就合理多了？好，最后两位的总积分1020-560，恭喜雅婷胜出。要再次恭喜雅婷 ，OK， 能够打败 Mountain 不简单，真的不简单，激战，对，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哪里有激战？Mountain， 那输当然的，出乎意料之外，是，好，我台面话已经讲完了，不想再聊了，不想，这两样要享用哪一样？我应该还是要选这个，对，我还是维持原本的这个选项。那你要自己享用了吗？哦，刚刚我陷入苦战的时候，是没有苦战，又没有苦战，又没有激战，我就是一面倒。但是在这一面倒的同时，还是有一位这个一直专心帮我加油的美丽女性，在观众席上。所以呢，所以我现在要迈开步伐，伸出我非常有诚意的右手。然后把他抓下，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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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是若君，这个故事告诉我，靠近他一点啊！他靠近干什么？是你要被罚主要的。他帮我看一下。不过这件事情告诉所有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要帮助人要搞清楚对象，好不好？好不好？就有没有后悔？有一点，有一点，你等一下就会很后悔。他刚加油喊很大声，对不对？所以你现在是报恩，报恩啊 ，OK， 报恩。而且他们餐具已经准备好给我了。熏，你看，这种东西，它叫什么？偶像剧就对。你看这种餐具，它要么就吃果冻，要么就吃优格，不会有什么大菜的啦。好，好不好？那既然是这样的话，你叫他熏，对不对？熏，你要不要帮他看一下？好吧，方仔，来，你先看另外一个地方，你帮他看一下哈。哎呀，看不出来啊、哦。看不出来，看不出来，觉得 OK 对不对？好 ，OK， 来，猫的，放心，放心，你们所有人都看到，看不出来是什么东西，所以你别来。对，但最起码你现在看了，觉得没有问题吧？啊，还好，还好，还好。OK， 好，来，猫的，就像我讲，我刚白紧张了。好，是，那就一次掀开，好吧？一次掀开是不是？就把它全部都吃掉。啊，好，好，把它全部都吃掉。皮蛋吧。来，猫仔自己把它打开，自己把它打开是不是？哎，很热热，你小心点哦，不要这样开哦，不要这样开哦。哎，再把那层把它打开，东南亚庶民小吃，有一种非常有名的，哎呀呀呀，它不是皮蛋，这个在东南亚叫。鸭仔蛋是不是？哎呀！就听他的孕妇或产妇，这是大补的东西。对。哎，等一下，谁喂谁吃啊？我喂。哦，你喂。OK。好，这个就是很有名的东南亚的鸭仔蛋，你喂他吃，好不好？哦，我的，等，我自己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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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闻起来什么味道？交给你闻看。不要。我又不是叫你吃，好真诚的拒绝。我不要，它的味道其实是像那个鸭蛋黄的味道。我是说真的，你闻闻看，我闻了以后，万一不是，万一不是，我告你哦。我对对对，你闻闻看，哎，你先闻一下，来，你先闻，你先闻。什么味道？你跟他是一国的，你干嘛这个表情？我们可以闻闻看吗？啊，来来来。八月，你闻 OK 哦？
我 OK 啊。哦，生就是熟蛋黄的味道。对啊，熟蛋黄就是鸭蛋的味道。哦，真的吗？真的还好。对不起哦，你跟他对不起干嘛？不是，是你把它打开的。哦，而且真的是咸鸭蛋的味道。对，它好像在睡觉哦。人家在睡觉，你要把它给吃掉。八玉，你要这样把它吵醒吗？慢的，来，请。我让它继续在我肚子里睡觉。你至少一口吃吧。我想要把它拿出来，好来，我再把它吃到。好来。哦。是，来，一人一口。拿吧，拿。来，他妈的看着镜头，一、二、三。咬它，有口感。你还咬它？它不完了。你不是要吃掉吗？不是，那你会咬到那只鸭吗？没有，它已经变成蛋白了。有骨头吗？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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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酱吗？它没有。哦，没有。奇怪，明明是猫在吃，我干嘛流汗呢？好。第一轮 ，Mountain 虽然不幸败阵，那也介绍大家，这是在东亚非常有名的鸭仔蛋。对，接下来第二轮，谁能胜出，谁要惩罚呢？请。周孕妇太开心了，对对对，动作不要太大。李龙大概跑了多少地方？25个国家。哇 ，OK。哇，八月差不多哎，差不多。对，好，所以从刚才那些所有的战力分析，你就知道这一站跟刚才前面一站不一样，好吧？前面那一站，对不起，你刚刚是什么意思？对不起，你刚刚讲那句话是什么意思？我只是告诉大家，刚才前面没有激战，也没有苦战。OK。如果要输的话。就跟 Mountain 一样哦，好，那边还有一道原住民超沙风味菜，没问题，压力很大，好不好？第一题，请。3, 2, 1，请问下列何处不是以博弈经济而闻名？请作答。好，看得出来两位都非常的谨慎。对，来，巴宇看了很久以后选择了答案。我首先把澳门跟拉斯维加斯删掉了，然后在 B 跟 C 中间两个有点挣扎，但是因为我去过曼谷，我在曼谷倒是没有看过他们有很多的赌场或者是什么的。OK， 所以我猜蒙地卡罗可能也是一个有在赌的地方。来，林龙。曼谷佛教国家没有赌场啊，我们去那么多次也都没有赌场。那你还考虑了5秒，因为速度太慢了 ，ABC 搞不清楚。好，这一题正确答案是 B， 曼谷。来，恭喜两位。对啊，蒙地卡罗也是非常有名的，以包括 casino 啦、博弈这些的闻名。而且在曼谷，刚才林龙讲，因为泰国佛教国家嘛，到曼谷不要随便，包括玩纸牌啊这些。他们对这些警察看到的话会重罚。他们是基本上不是不只是没有博弈，他们是禁赌。OK。来120、100，八玉目前暂时领先，林龙加油啊！嘿，下一题，请。花莲。号称台湾的后花园，请问下列景点何者不在花莲？请作答。好，林龙，来8秒选择答案是 C 东山河。啊，这就简单了呀，你问观众朋友就知道，就是东山河在宜兰啊。哎，你们两位真的是，对，就简单，然后一个想8秒，一个想7秒，对。而且我本来在看你们，我看到这题，我想说怎么会出这么简单的题目啊？你们还给我考虑这么久，因为刚刚还做这么有名的导游，一开始的时候制作人就跟我们讲，每一次都是在按错，心想着这个就按到这个，所以我们就很一直注意这个数字在哪里。OK， 被恐吓过了。站上来好紧张哦，会紧张哦，好紧张哦，头脑会乱。好，来这题，正确答案是 C 东山河。
来，坐起来，问。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要用到两位的地方，因为他们搞得真的好像在激战呢。你看这个分数，这个分数为什么经过这两题以后，两位平手啊？平手，260-260，有没有？刘代从来没有平手过，我们没有平手。好 ，OK， 来下一题，请。在日本购物时，看到牌子上面写着汉字“吉安”，请问？这代表什么意思？请作答。啊，玲珑的爱，玲珑。来，玲珑，六秒选择的答案是 A， 安心。我心里想着 B， 怎么按到 A 了？吉安雅士很便宜，这打折的明明心里面想着吉安，手怎么按到 A 呢？这奇怪了。来吧，九秒，很快就选择的答案是超便宜。因为在日本的大城市里面都会有一整栋的吉安大楼，然后里面的东西就是修够短袜，所以超便宜。OK， 那这有需要用到留日的，来，徐根。是，日文的便宜叫雅士，就是安，写成汉字就是安。所以鸡就是非常便宜的意思。好，来，这题正确答案是 B， 超便宜。来，恭喜八宇，谢谢。好，440-260，八宇目前暂时领先，玲珑加油啊！好，下一题，请。请问，从台湾飞到哪里？目前没有直达的航班，请作答。这好难哦。有啊，来，玲珑，玲珑发生什么事？他好像有犹豫了，是不是？对啊，按错了。你考虑到剩三秒，你选了一个 B， 然后又那个表情跟动作又是错的感觉，为什么？你选的是沙巴，有啊，沙巴有啊，有啊。那你为什么要按 B？ 你看，你搞得我好紧张啊！关我什么事啊？坏人。来，八宇，六秒选择是巴塞隆纳。我猜想巴塞隆纳，因为它的距离航程比较远，所以可能，而且又不是像一些英国或者是热门的国家，巴黎啦、伦敦啦这些这么大的城市，它应该要转机的。OK， 嗯，玲珑有没有道理？有。OK， 来，这题正确答案是 B， 巴塞隆纳。基本上巴塞隆纳，那其实台湾飞西班牙的话没有直飞的一些班机，所以都要到欧洲其他的地方去做转机的动作。那其实八宇刚才的推论很正确，因为欧洲远，对，然后远的话其实基本上除非是一些大城市，对，你大概才会有直飞像这样的一些航班。哇，下一题，请。请问，杭州西湖明景，南屏晚钟，当中的晚钟指的是什么？请作答。陷入落后的玲珑，还来得及力挽狂澜吗 ？Hello，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诗诗。在看了这么多人来挑战知识王之后，你是不是也跃跃欲试呢？赶快拿起你的手机，搜寻我们今晚谁当家的粉丝团，报名参赛，总奖金高达50,000元，等你们来挑战哦。请问，杭州西湖明景，南屏晚钟，当中的晚钟指的是什么？请作答。停止，一座停止，南屏晚钟，晚钟是一座停止。李龙，你可以考虑到剩一秒的时候才给我选一个答案。哎。南屏晚钟，为什么你选择答案是 B， 一座亭子？因为西湖八景，西湖十景哈，它是真的有，比如说断桥不断啊，是哦，苏堤啊，苏东坡弄的那个叫苏堤啊，楼外楼，山外山啊，天外天啊，这个都是真的有那个一个东西啊，一个形象是不是？哎呀，是吧？所以你的意思是说，那个晚钟，那晚钟难道不能真的有一个钟吗？它是有一座亭子啊，哦，那个亭子叫晚钟亭，
还叫南平亭？因为它不是钟声，光是一个钟声南亭。来，猫人唱首歌来听听。哎呀，谢谢。南屏晚钟，随风飘送。难道那是个亭子吗？它可能是一个坚固结构，没有很强韧的亭。阿宇那么开心干嘛？你选的也是 B 啊。对啊，你选的也是一座亭子啊。但是他无所谓啊，他们这样平分啊。没有，我就是觉得好像看这题目的时候，就是西湖的那个画面，就是有一个亭子啊。我实在是想不到它会有钟声哎 ，OK， 而且应该也不是湖的形状啊。来，这一题，正确答案是 B， 晚上的钟声。B， 它真的就是晚上的钟声啊。西湖十景，每一个景都有啊，我怎么想都想不到有这么样真的一口钟。下次再来，这西湖十景其中一景，对，因为它那边有一个净慈寺。在西湖那一带，各位，你随便看到一座寺庙，大概都有千年左右。它是在当初吴越的那个时候就盖的 ，OK， 然后确实有那一口钟，然后那口钟后来有改建过，改更大的一口钟，然后就是让那个钟声能够比较悠扬。它真的就是因为这个样，所以后来是被康熙定的杭州西湖杭州十景里面其中一景，就是那个钟声。净慈寺的钟声、okay、我的思绪被拉到了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你的思绪可以拉回来，因为我要求小五哥，我也要跟玲珑比一场，把我的自信心挽回。玲珑，你有没有听到？你有没有听到他叫他把你看扁了？你后面还不加油？好，560、260，玲珑最后两题。哇，你还有机会赢，还有机会，还有机会赢，因为最后两题加起来有600分，哦，所以八玉谁赢谁输还不知道哦，好，现在只差300分而已，好 ，OK， 下一题，请。每年举办拔起丝，从山坡往下滚，让众人追逐的活动，被称为滚起丝节，请问是在哪个国家？请作答。好，来，八月八秒选择答案是 C 英国。我觉得我好像选错了，可能是法国。哦。因为我在想几个大的起司的产地。法国的起司是种类多又很有名的。对。我觉得我一次选错了。玲珑去过英国，去过法国，去过德国，都去过。法有。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德国。哎。哦。因为德国起司比较有名嘛，是这样子，德国的香肠、猪脚不是比较有名吗？不是车子吗？还有啤酒啊，滚冰世界。这题正确答案是 C 英国。哇塞！当时为什么？运气耶！真的是歪打正着，我怎么这么好运啊？我是应该要选法国，结果按错按成英国，没想到这样也答对，真的太好运了。真的在英国媒体应该看过很多报道吧？就是我上次看到媒体报道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些人为了什么，就一块气死，然后往下滚，所有的人跑起来，然后这个东倒西歪，然后屁滚尿流，然后一直在那边往下翻，然后有人受伤，有人什么都有，就为了他手上拿的那块气死，这是奖励啊！这奖励就是他滚的那块气死，那要追到那块气死，那就是 winner。对对对对，就是这样。他奖励就是这个，但当然是从你知道这种一定是从以前，然后一直延续下来的这样的一个传统。以前可能只是好玩，大家民俗什么什么，后来一路延续下来，变成他们一个固定的节气。来，最后一题，请。德国慕尼黑啤酒节每年约吸引了600万人参与，请问它的由来与何有关？请作答。5秒4 3 2 1你猜？我一直以为题目会讲说在什么时候，就在接近十月的时候，对对对对，团体才刚去而已。那么简单，我们会摆在第七题吗？哎呀，而且玲珑，
你完全吊足了大家胃口，你的手在 A B C D 四个上面一直转，我一直在想你会按下哪一个，结果你最后剩一秒按了个 A， 庆祝丰收，OK， 就很多麦，然后酿了很多啤酒，所以大家一起庆祝，就跟滚起司一样，这个没得滚酒瓶，所以大家就来喝啤酒，就是这样。很多的庆祝活动应该都是因为丰收出现的，对，所以在十月嘛，所以八月也是这样讲。我也是想说是这样，因为千年以来的传统都是因为丰收，所以喝酒庆祝，它是一个庆祝的，所以应该是丰收。不是，哎，这么理所当然，富贵险中求，我会选 C。哎，为什么皇室婚礼？因为他们以前是公国制度嘛，所以会有很多就是大大小小的，对对，大大小小的，就是皇室成员，搞不好是曾经因为有一场婚礼，然后他们就一直沿袭而来。我也觉得是 C， 因为我才刚从德国回来两个月以前去那边 working holiday， 然后我就觉得他们是很喜欢跟大家一起共乐的一个民族，所以我觉得 C 比较有可能。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人坐在这跟站在那完全不一样，气度对气度也不一样，对完全都不一样，连讲出来的东西都特别有道理。我就会把一个到现在全世界都还在找的地方，然后拿出来变成七大奇景的那种感觉，有道理多了。这一题正确答案是 C， 皇室婚礼。它真的是皇室婚礼，是源自于十九世纪的时候，然后皇室婚礼，而且你可以想到。既然是皇室婚礼，跟以前传统的很多样，皇室婚礼，所以请所有的人民大家一起来享用，就从那时候开始延伸出了这样的一个啤酒节。OK， 这跟当初在罗马古帝国的那个时候，不是竞技场 ，OK， 包括凯撒他们的威廉是就任的时候，就让所有的人全国大家一起来享乐，一享乐就是一百天，类似像这个样子。OK， 所以这场也是从十九世纪欧洲德国的皇室婚礼。一路延续下来，皇室的板斗就对。对，而且老百姓不要钱哦。哇！你想想看，这多赞。OK， 这一段时间我们旅行团哈要到那个地方的航班全部通通客满。哦，特别飞到那个地方去。对，就是这个活动哦。而且现在其实在台湾的有一些像德式餐厅，对，到了这个时候，因为大概一般都是大约在九月到十月初之间。大概是在这个时候，大概半个月左右，台湾的有一些西式或欧式的餐厅也会有德国啤酒节的一些庆祝活动，那有很多人也会去参与过。对对 ，OK， 对对对。好，两位最后的比分720对260，恭喜八位胜出。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大家。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玲珑要享用什么样的惩罚美食来。好，那我再次要恭喜八位。谢谢，能够打败玲珑，哎，玲珑真的是见多识广。对啊，我没想到可以。不用安慰我了，在观众面前好丢脸，全国都在看。但玲珑也必须要告诉他，他有一个特色，他特别容易紧张，尤其是只要在比赛的时候，他就会特别容易紧张。你如果让玲珑坐在那里的时候，那就不得了。叫七大奇迹耶，从头数到尾，有没有？是不是？对不对？好，那接下来玲珑有，那就是这道原住民超沙风味菜。超沙哦。我是在原住民部落里面长大，能够杀到什么程度啊？说的也是啊，对啊，对玲珑来讲，越是原住民的越赞，好不好？帮你妈看一下，我帮你看一下，眯一下。这看起来很好吃哎。真的吗？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乔妍爱。看了节目，是不是觉得热血沸腾、跃跃欲试呢？赶快上我们今晚谁当家之知识王的粉丝页报名参赛，就有机会获得50,000元奖金哎！帮你妈看一下，我帮你看一下，眯一下。真的吗？看起来好好吃。这跟上一道有异曲同工之妙，有一股味儿，有味道。你不觉得那个味道，那个味道好重哦？好，那玲珑要享受什么样的原住民超沙风味菜？哇！这是什么？看不出来。这是什么用？是吧？就喝白白，没看个原住民有这个料理。OK， 生猪肠。好，真的。对，原住民生猪肠，而且。
这是我们大家的好朋友陈志远私人赞助的哦。哦，陈志远的肠子啊，他赞助的菜，这么牺牲啊！是志远好听，而且你忘了我刚说是生猪肠吗？志远说这是阿美族贵宾在招待好友的高级，他有辣椒，有那个硬丝啊，他是用生猪肠，然后加米酒啦、盐啦、腌的。听说富含胶质，嗯 ，OK， 增强免疫力，强筋固体。重点是吃了会不会长智慧？好，那就不要吃了。OK， 对，玲珑尝尝看就好，尝尝看。可是我觉得让玲珑大哥一个人吃，我你也要吃吗？因为我真的怎么那么咸啊？很咸哦。你吃了吗？哇，你刚刚吃的这个口味很好，这个咸死了。他是不是应该要配饭才对、啊？对，我也觉得。来，你要吃鸭腿吗？哦，这咸呢？哎呀，这咸，不是腥也不是辣，什么好咸哦！真假的啦？你心里从小在原住民，那是我们原住民就没吃过这么咸的东西。谁说你可以喝水？哎，玲珑大哥，这个惩罚是在此。我才260分，我还不能摇成这个样子，然后又顺手拿一杯水。你怎么对他那么凶、啊？这对得起我们的惩罚吗？对啊，我长到这么大没有吃过料理是这么咸的啊，假的这么咸吗？对，试试看。真的假的，玲珑哥，不要做效果。白云，你的鸭仔蛋快播完了，快播完了，我想一吃。整口啊，很大一口哎。干什么把水收起来？谁说你可以喝水的？把水撤掉。我说是，我要不惩罚。哦，很咸的。哦，真的不难吃，但是它太咸了。它这不是盐巴的咸，比盐巴更咸。它比盐巴更咸。OK。是跟咸鱼干差不多。哇，那算什么？还带点辛辣的味道。而且，这位小姐，我觉得你就好像我们大家在。左邻右舍的大神，在聊的时候，你就在播这个蛋壳。林代台啊，我就隔壁林代台啊。哎，所以要不要一起吃啊？你吃这个 OK。你刚刚说这个对怀孕的女人是好，因为在东南亚，他们认为这个是很大补的。是啊，这个我就不客气一整口了，大家干杯了。我们看到母爱的伟大。哇。哦。等一下，给我喝水。茶叶蛋，双子，我比较有，你有没有吃生猪肠？我是要压一压，压一压，压一压的感觉，火烧心是不是？好，没有想到，那在节目里面做出了一个验证，好吃哈，好吃。那在发育在补身体的同时呢，在节目做出了一个验证，所有的外景主持人呢，如果是男孩子出去，你要记住，他就记得当时的吃喝玩乐，他回来以后他什么都不记得。OK， 所以最后今天的冠军决赛就要由。雅婷对决巴玉，谁的胜出？请。耶！你好厉害哦！对，两位握手是应该的，两位在握手，这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赢喽，我们赢了他们两个。好，你们俩是让他们的，对不对？那不可能，没有，我想也是。谢谢你们，加油加油，谢谢。好，一场7题决胜负，好 ，OK， 赢的人就可以获得机票，好，加油了啊，好棒哦，然后玲珑大哥带你们，好棒哦，还不错，就不太想出去了，回来。好，两位准备了哦，好，第一题，请 ，3, 2, 1。日本的国花有两个，一个是菊花，请问另一个是什么花？请作答。好，难道这么简单的樱花吗？来，两位，雅婷，9秒选择的答案是樱花。因为日本的樱花是特别的有名，然后梅花就直接删去了，是我们的国花，对，所以我就直觉樱花。八语，我先删掉郁金香是那个荷兰的，然后樱花就是直接联想到跟日本的连结，而且他们每年春天也都会赏樱，他们很重视，也很崇拜这个樱花，所以我想应该另外一个是樱花。啊哈，来。我怎么有一个印象是梅花？
哎呦，你有印象是梅花？哇塞，他在下面一条龙啦！你懂你懂。Mother， 因为我不清楚正确的答案，然后我知道菊花是代表皇室。嗯。对，那但是如果是樱花的话，会不会太理所当然？这会不会有陷阱 ？OK， 不知道。来，正确答案是 B， 樱花。输怕了，输怕了，输了，输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怕金丝吗？输怕了。对，而且这第一题嘛 ，OK。当然，大家都知道日本国花是樱花了。那菊花主要是他们的皇室，对，皇室的代表花。那菊花在以前日本古代的时候，因为主要都是皇室，所以是菊花。那后来大众化以后，后来樱花变成日本的国花。OK， 好，160、180，20分差不算什么，加油了啊！好，好，下一题，请。请问，拥有天下第一名刹之称的少林寺，位于哪座山？请作答。太简单了。来，八月，八秒选择的答案，松山。我们常听到的就是嵩山少林寺啊，嗯哼，所以它这个是应该是一个连接在一起的名称吧？嗯，雅婷，联想到武当派，所以我就有点跳得比较远，哎，武当山，对对对对，华山应该是不是武当派？它有华山派啊，反正就是武侠类的就有点错乱。怎么会是华山呢、啊？我就知道是嵩山啊！我嵩山，我按错了，哎，不烦你。好，所以这题正确答案是 C 嵩山。来，恭喜你们！哎呦呀，又返回来。来，320、180、140分差，两天要加油哦。好，下一题，请。美国唯二没有与美国本土相连的州。请问，除了夏威夷州之外，还有哪里？请作答。聪明的你，知道这题的答案吗 ？Hello，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诗诗。在看了这么多人来挑战知识王之后，你是不是也跃跃欲试呢？赶快拿起你的手机，搜寻我们今晚谁当家的粉丝团，报名参赛，总奖金高达50000块钱，等你们来挑战哦。下一题，请。美国唯二没有与美国本土相连的州，请问除了夏威夷州之外还有哪里？请作答。来，雅婷，到五秒的时候才选择阿拉斯加。嗯，因为我觉得它离得比较远。对，其他我觉得 B 跟 C 是比较没印象啦。加州就是它在西边这样子。OK， 来八秒选择的就是阿拉斯加。对，因为 C 跟 D 我都是去过的，确定他们是公路可以到的地方。康乃狄克州就是在美国地图上也是本土可以看得到。嗯，阿拉斯加就是在最偏北的地方。嗯，它是没有跟国土相连。OK， 所以这题正确答案就是。阿拉斯加州，来，恭喜两位，好，加油了，好，下一题，请。东北有三宝，荷兰也有三宝，请问下列何者不是荷兰三宝之一？请作答。这好难选呀、啊。这好难选，为什么他们的题这么简单？这题好难选哦，而且刚刚玲珑哥讲了一句名言，是什么？请再讲一次。为什么他们的题目这么简单？玲珑，我刚坐在下面讲这种话，坐在这跟站在那奇怪的人都不一样。你搞不好站在那，你又到了一秒的时候才告诉我答案是什么？来，雅婷，五秒选择的答案是 C 风车。嗯，荷兰风车不是很有名吗？对，就是刚刚脑筋也有点断掉了。可是我觉得这四个都很有名啊，在荷兰。等，林龙，你刚才站的位置是不是那个位置？对，可能是这边风水不太好。你刚站那个位置吗？山峰也是坐那边。今天在八卦里面那个叫荒位啊，荒。
我已经被打趴了，还干我什么事啊？对，这边有玲珑大哥大哥的气息还在这边。没有，我是承袭他的气息，所以问题都出在猫的身上。好，来吧，你选的就是大麻。对啊，那应该是 local 的宝吧。OK， 比较不成文的宝哦，比较世界性的啦，对，比较世界性的是 ACD。好，这一题正确答案是 B 大麻。来，恭喜们。虽然在荷兰现在有些地方呢，荷兰的大麻他们是少数在世界上大麻算是所谓合法化的国家，可是它有非常严格的规定，就你只能够在固定的地方，在固定的时间内，只能在那里面，在什么条件之下才能用。OK， 好像是要跟药房买。对对对，它有非常非常明显固定的一个。对，就是它的那个咖啡才能叫咖啡。对对，就不是一般喝咖啡的地方。对，那个名字是不一样的。OK， 好，640、280，雅婷你要加油喽，还剩下最后三题哦。加油加油！下一题，请。请问，金阁寺是日本京都哪一座寺庙的别称？请作答。好，来八宇，7秒的时候选择的答案是 D 神户寺。这个我不是很确定哎，所以我就用他的名字去推论。为什么？神户寺感觉就是有神庇佑的地方。哦。所以如果说金阁寺它是一个很著名的京都的寺庙的话。那应该是有神在照顾着的，所以我觉得我是选神护寺。OK， 来雅婷选的是 A， 鹿苑寺。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想到一个电影是《狄仁杰》，然后它里面有一个寺，就是有鹿在那边跑来跑去。那跟这有什么关系？其实没关系，就本身也喜欢看电影，就有时候那些会干扰我的思绪，可能也跟玲珑大哥有关系吧。不好意思，又 Q 到你。对，所以我就选了一个鹿苑寺。是。好。来，有没有哪位？哦，来来来，兄，这答应该是鹿苑寺吧？啊？为什么？你也想到狄仁杰？有些就朋友去打卡都在外面养鹿啊，喂鹿那个，就直觉想到应该是鹿苑寺。对啊，那是奈良。对，那是奈良的鹿，很有名。好，来这题，正确答案就是 A， 鹿苑寺。不是，我还是要跟观众朋友讲，这跟狄仁杰一点关系都没有。OK， 好，那为什么叫金阁寺？为什么？因为贴金箔啊，因为它的核心建筑呢是贴金箔，它上面那两只，它原本是一个武士家族那个权贵的家，后来才建出来的。哦 ，OK， 哎，坐在这真的跟站在那不一样。我刚刚也猜 A 啊。哦 ，OK， 我担心你站在那就不是猜 A 了。我刚刚如果站这一边我应该机会比较好。对对对，一定是那个位置问题。你要不要睡一下？好，640、420，进入到最后两题。哦。谁赢谁输，谁拿机票还不知道哦。第6题，请。杭州灵隐寺旁边有一座小山，叫做飞来峰。请问，飞来峰最早的名称由来与谁有关？请作答。你知呀？真的吗？雅婷9秒的时候选择的答案是 A， 济公。因为灵隐寺其实就是济公活佛他在那边当住持的地方，所以飞来峰就在他旁边，所以我直觉是猜济公。来，八宇9秒选择答案是孙悟空，因为孙悟空是飞来的嘛，他是驾着山峰，他驾着筋斗云对飞来的，此生变高山峰。对，你们干脆把他叫飞来发好了，半巧的好不好？这一题，正确答案是。A 济公，哇！好，恭喜雅婷，哇！好，雅婷现在追上来了，追上来了，640、600，最后一题，千万不要再把那个位置所有的过错都推到这两个身上了。对 ，OK， 现在只差40分，40分等于只差一秒，哎呦喂啊，只差一秒，加油了哦。好，灵隐寺旁边的飞来峰是跟济公有关系，他有一个小故事是济公，OK， 你知道济公有很多的神机嘛？就有一天他突然。知道有一座山会移到这个地方来，可是山移来的地方有一座小村庄，
他要去通知那些人，但你知道那些人看到济公就是济癫嘛，就是疯疯癫癫的，根本没有人理他，所以他不得已，他突然想到刚好有人要娶媳妇儿，他不得已他就冲去把人家的新娘背了以后就往外跑，然后全村的人就觉得这家伙疯了，和尚怎么抢人家老婆，全村的人都去追他，追出去的时候那个山峰就掉下来，咚咚OK， 大家才知道济公是用这样的方式救他们。哦，我也不懂为什么全村的人会去追一个和尚。但那个故事是这样说的。然后济公怎么安置他们？所以大家就到灵隐寺去。好，40分差，最后一题，加油了啊！谁能拿机票呢？紧张！加油加油！西班牙当地妇女有善语。恋爱中的女子会用扇子表达情感，请问他们会如何告白？请作答。仅仅40分差，谁能夺走来回机票？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乔妍爱，看了节目是不是觉得热血沸腾跃跃欲试呢？赶快上我们今晚谁当家之知识王的粉丝页报名参赛，就有机会获得50000元奖金耶。40分差，最后一题，加油了啊！谁能拿机票呢？紧张！加油加油！西班牙当地妇女有善语，恋爱中的女子会用扇子表达情感，请问？他们会如何告白？请作答。来，八玉，3秒选择的答案是 B， 遮下半部的脸。对，这个是我觉得我在告白的话，我就会这样。哦、你拿自己来揣摩。对啊，那个心境。所以我不是淫笑吗？是银铃般的笑声。哦 ，OK。来，雅婷，你选择的答案也是遮下半部的脸。对，因为就是要用眼睛去电喜欢的男子，然后就是让他们看到自己的这个重点的部位。嗯，好，1秒40分差而已，两位选择的答案都是 B， 遮下半部的脸。这一题正确答案是 B， 遮下半部的脸。都在3秒作答，所以最后总分760-720，恭喜八玉胜出！谢谢谢谢谢谢！来来来来来来来，好慢一点，对对对，哦，来来来来来来来，哇哇，来，哎，可以带宝宝出去玩，这算不算是宝宝？在怀孕的时候就带给你好运了，因为他想去玩。哦，因为他想去玩。如果在飞机上出生，就是冲绳人啦。恭喜恭喜啊！应验应验了，日本是属父母主义的，所以应验了一句话：生囝前生囝后，手气特别好。哦，我从来没有中过这种。真的吗？对啊。没有，玲珑刚刚讲那句话，意思是说是因为你宝宝带给你运气，他不承认是因为他输了。OK， 好，但是呢，结果呢，大家也知道，不管说旅游知识通识谁，其实几位来。都在现场告诉大家，到每个地方去走走看看，真的是非常好，你可以享受到很多乐趣，对不对？ OK， 好，现场再次谢谢所有来宾，也恭喜八玉，也谢谢所有的观众，谢谢大家，支持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今天能获胜呢，其实我本来是没有什么把握的，因为我看到我的对手实力都这么坚强，然后他们都去的地方又是非常深度旅游的，没想到呢，从神来的恩典使我今天可以获胜，非常感谢主耶！